我是刚换列车长来白西宁。耶，9月21号，中安站双关站。6:46所拍摄是5:41，准备回去。休息完看我南港的区间快车，请你搜一下摄像面度 ANU905。区间快车，南港。来，请你搜一下摄像面度900型905区间快车。加班区间快，中秋节加班区间快，921搭乘5:11，开往南港的区间快车，在双站是